这是我所得知的。在哪里可以改啊？猫可以。哎，左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你那个人的样子啊？尤诺因妥了，还可以改。又当狗又 OK 了。那么我不能，狗不行，狗不行，你尊重哦，你这很过分啊。猫可以，猫 OK。好，猫。兔子也可以用直播模式。右上角齿轮啊，有模组，然后名牌点。哎，为什么我的名？哎，模组设定是吗？对，模组设定，那就有很多东东。那其他的就随便啊，就没差。你全绿比较好，就是你死了之后都可以看看。好啊，谁还没进来？我要重装。好。我以为我的版本是对的耶，你以为你行？错了，版本是对的，没有你就砍干净啊，因为他可能有之前的全砍的重用。对对对，就反正刚刚我们说全砍啊，不我就想说啊，跟我无关啊，没事啊。我需要我不知道，对啊，我怎么可能会有问题？拜托，哇！我操，哎，对我也还没调设定，没关系，慢慢来。好的，真是的，受不了喂、欸！他竟然叫我大脚踏车，对啊，他可能很想要没踩到，难怪。那你脚踏车蛮大的哦，可以改，你改了吗？你改回来了？small bike， 变小 bike， 还是变小了？还是难过、哦，人家想要大的，哇！诶，我现在出来再转进不去了。嗯，你进不来，无法加入游戏连线区。你啊，这个区域的问题，改个名字，再进来就不行了。你看一下、哦，可以了，可以了，有了，有了，你进来了。你那个仙人掌太大颗了啦，哦，有点刺，是不是？哦、卡住门口了，进不来。按票。哦，好了 ，nice， nice， 点灯医生，背上盾者加医生，关关关。谁还没进来？没进来的举手。宝宝是不是？没关系，那宝宝边弄我们边说。好，我们今天好吧，开新的职业——赌徒。哦。这个赌徒呢，他可能是好人，也可能是坏人。50%，50%。那赌徒可以干嘛？他关键呢，就是在会议的时候，拍桌会议的时候，他可以去猜别人的职业。如果猜中的话，对方直接出局。哦哦，那猜错的话就是赌徒自己出局这样子，对，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刺激的哦。而且赌徒他也是可以猜小草，有可以克制小草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家伙很像是个 BO， 很像是个小草，他就可以去猜。对，那猜中那当然就是小草直接出局，对。嗯，哦，那也不太能说自己是什么职业，被人家猜出去不能讲啊，讲对，所以这就是限制大家职业。可是因为赌徒他有可能是好人，那好人的话当然就是想办法去猜内鬼的，对，只是你也不晓得他到底会是好还是坏，我们就开一半一半。他是副职业吗？还是什么意思？他是副职业，哦，副职业。没有，那他如果猜对了，船员好像没办法猜船，好像一定要猜职业的样子，对，嗯，哦。猜对了会一直猜一直猜一直猜吗？我的意思是他可能是医生加赌徒吗？不会不会不会、啊、就是赌徒而已，就是他如果是坏人的话有可能是坏赌徒这样、哦、他就是内鬼啊，内鬼然后是赌徒职业这样子。 对、哦、对，好，那每一个会议他只能猜一次啊。对，那最多我们先调就是他最多可以猜两次，就是这个会议他可以猜一次，哎，他猜中了厉害，下个会议他又可以再猜这样子。 哦， 哦，好啊，好，很刺激的、哦、哎呦，宝宝也来了，有，大家都来了。所以等一下你要跳身份，你就要小心，有可能有没有赌徒是内鬼的，那他就直接把你猜、啊、猜爆。
波波有普罗，那我们另外的就是还有内鬼的，就还有百变怪以及鬼片师，就是可以放箱子有地道的。那好人的话，我多开工程师，对啊，好高哦，好高。我们的职业就很单纯，好吧？好人的话就四个职业：点灯人、医生、换票师，然后三个，三个职业。所以其实他能够弄的也还好，好吧？三个职业，对，然后就加上不确定的赌徒，然后第三方就是小丑，小丑没看到，多做确认，小丑。BOBO 有看到，那就来喽。Okay, 好的，走起来，开赌 ，Go Go Go， 危险 Go， 关麦关麦，拜托船员船员，拜托。然后，哦不。哇，我刚刚怎么没有看到模组？我看到了。喂？喂？你要拍桌的是波波，波波先说。哦，宝轩。我看到的，我拍应该是拍到蚂蚁的尸体，然后他是在，我要找一下地图，他是在那个管理室出来那边，有没有看心跳出来的那边的，应该是这张这地图、啊，那那个嘞，你被说什么看到？找一下地图。我说我刚好看到一个人死在那里，然后我在那边找路看到了。所以波波，你旁边有米菲吗？感觉我是看到米菲米，我后面还有发发啦。办公室那里吗？办公室出来，对，办公出来那边，在那个岩浆上面，岩浆那边、右边出来。哦，对，我原来是死在那地方啊！我刚刚是经过，就是看到就是号可以按，黑黑的时候可以那个黑黑的时候杀的。对，应该。但是我觉得米菲这么强，应该也不太会直接。我这么强吧？是没看到。那刚为什么不是米菲拍的？我就是觉得很好奇，为什么米菲没有拍到？粉红色香蕉，你拍为什么拍不了？为什么？好，你先听我讲。因为我刚刚很开心在那边找我的地图，我在想说我要解任务往下看，它有箭头，我就往下，然后走着走着，然后那边黑黑的，怎么突然有举报亮起来？我想说哪里有举报？然后我要按的时候，我在那边找，就突然看到波波走过来了。这有多难按？你那个有亮起来就按下去，你要等什么？尸体在哪？啊、不是啊，可是他就那就已经在你附近了。你的灯亮起来，他就会在你的附近呢、啊。可是我没有看到尸体，我知道有举报亮起来，可是我没看到、啊。那就按呐、啊，那你就按呐、啊。你是小丑，你是小丑，我觉得看小丑怪怪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地洞杀、欸，因为它其实离地洞蛮近的。对，它离那个地洞蛮近的。嗯，
右边地洞的话，看地图好像是三个吗？还是四个？一二三四，四个点。嗯，我刚刚那个最后有那个关灯，这附近我这边有迪叔，好像还有卢米，还有谁有点忘了？好像有小雨，有小雨。我然后我觉得发发跟罗不安全，关灯前在用，我很安全啊。我不记得这边开灯有谁，超多人哎、欸。嗯，因为对啊，那灯吗？那灯也是靠这里的，卢米都有跟着我们去左边。嗯，我们到的时候，我到门口的时候，灯就已经开了。嗯，那阿汪呢？阿汪跟诺伊呢？没看到阿汪跟诺伊。沿着就是前面有紧急任务，不是大家都往上差不多最后一次关灯的时候，你在哪？对。没有，我刚一个想说啊，对，我要截地图，结果就拍桌了。我在套房门口。我刚沿着最右边一直走到最底下，我还不知道在哪里。我要截地图。我们最右边最底下，至少要点跳过，不然的话就是那个研究室吗？研究。我有在那个套房旁边遇到他。我觉得米菲蛮强的啦，应该米菲阿汪要再多注意一下哦、喔，可能有新手豁免一次。哦，迪叔，你是拿着拳头去揍人了，迪叔？没有，那是我传家宝。哎呀，不管怎样，先拍手再说。对，谁？卢米在哪问到的？在我们走出去，就是饭堂往下走，要去电房的那个出口。哦，套房右边。哦，对，套房右边。因为那时候旁边我有迪苏、然后米菲，还有又米菲，又米菲饭堂。我刚才饭堂下面那个出口门是我打开的，然后那时候我看还有看到迪叔跟我一起走出来。对，后面我刚小雨，我刚刚是不是也在你旁边啊？我只有看到迪叔，因为我一开完门那个，我开门之前看到迪叔的样子，然后开完门我就走了，所以那时候灯很暗，所以我不知道还有谁。我跟孟娜是在办公室右边，嗯，所以我们在那个演讲，对，然后那时候关灯我们就过去电房，所以我们不会进到你们下面。所以，又有米菲。我刚刚在办公室接任务，然后从那边走去饭堂接第二个任务。要出来的时候，跟迪叔还有露米汇合到，然后他们就举报了，我不知道谁举报的，反正就看那个喇叭，露米举报的，尊重哦，你这个没有尊重，很想跳他哦。对对对，跳他。十七等的露米又变个喇叭，有没有看到？哦哦。你都七等了，对呀、连喇叭都不会看，是不是在演？对不起，对不起，你可以比我高等哎，真的，耶，感觉不是小丑哎，不然里面你有职业吗？没有，就船员呐、为什么我看得到船员旁边有数字啊？啊，等级啊？哦。哦，你是说船员旁边的数字是你解的解任务的数字？哦，原来是这样。嗯、你的数字都搞不清楚，等级跟解任务的数字。还是是小丑啊？不是，我是船员。哎、欸，哇，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没有，这就是那迪叔不能讲话，这就是赌徒直接猜迪叔的身份哦，或者是迪叔，也有可能迪叔是赌徒，他猜别人哦，有可能都可能猜错之类的，所以就看，反正就是赌徒做事了哦，嘎嘣脆，这个很强哦，真的是嘎嘣脆。那如果是赌徒猜对的话，他下一次的会议还可以再来。对，那如果赌徒猜错，就是炸赌，直接自己死。那炸赌。
很渣。我们不用罚钱，就是自己出局，就是单纯，好不好？不用罚。好、嗯，好，好，完，好。没资讯，可能要结束才知道到底赌徒是谁。要复盘的时候才知道，或者是看下一个人突然爆。这个趴机好刺激哦！这么吓人。有人猜对应该会讲出来，是他猜对的都低俗，因为他有可能是内鬼方，不一定他可能是坏的啊。对啊，哦，对的，对，对啊，就很难说。嗯，怪怪的，他自己跟繁星一样啊？哎，我按错了。我拍的是发发的尸体，发发在店房的门口。店房门口，对，店房的门口。店房的门口。然后，那你还有看到谁吗？我刚刚有看到萝卜。对，我杀的，看我快点。哈？对，我杀的，看我快点。哈？是萝卜怪怪的。没有，就是我杀的，快点。他有可能，因为他有可能就是一直守尸在那个尸体的附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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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刚到，我刚到。哇，你是新玩法的萝卜哎，全新爆出新光环哎！哇，米菲已经死很久了，米菲死很久，因为我有跑去在关灯的途中，我有经过那个擎天图，我就瞄了一下，那个时候米菲已经死了，然后开港没多久就死。嗯，可是发发是刚死的，新鲜的发发，当然啦、啊，我刀的哎、欸，真的啦，我刀的啦，我要过滤掉你的发言，我杀的快点，这个到底该怎么办？我找尸体找很久了，我在想说，刚刚那个迪叔有可能是他是赌徒，然后他想要。确认米菲是不是小丑，所以他猜米菲小丑，然后可能米菲不是，他自己爆之类的。我也觉得有可能。然后我觉得萝卜真的是狼。我也觉得萝卜应该。我觉得萝卜是哎、欸，因为发发刚倒而已。嗯。啊，我刚到他旁边啊。提供个资讯，感觉也只能猜了。他自己提供个资讯，我刚刚跟阿旺跟繁星两人，哎、欸，三个人开门，开门出去，我们一解开的瞬间，变成是繁星跟我跟发发三个人在那边了。
我刚才的有点错乱，是到底是阿旺变发发，还是刚好那时时间有人换掉？然后在这个时间还有百变怪，还有人套我盾，所以我很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他我那时候也是看到，哎，就有可能是阿旺是百变怪，对，有可能阿旺是百变。我觉得阿旺是百变，啊，没有啦，我啦，我是百变怪。我觉得先投萝卜会比较快。啊！可是我觉得萝卜有可能是小丑啊，他如果是有可能是小丑，这一局如果他就会被狼刀啊。如果他是小丑的话，他话不会那么多啦，就是他可能会让自己更脏，不会直接说票我没关系来。对，他不应该是不会这样。我是换票是来。我觉得我那为什么小雨觉得是阿旺？因为他自己讲说他走下去那时候我也在。然后我看着他们走下去，可是我没有看到那个阿旺变成发发，或者是谁变成发发这件事情。然后如果萝卜不确定的话，那我就会觉得我先投一个，就是至少他没有极力想要让自己出去的人啊，这样不是比较保险吗？哇，我这么觉得啦，我自己这么觉得。啊，你有想说他有可能医生？这是干嘛的啊？怎么这样子？不是吧？你录音倒哎！我刚刚十秒不录音，我是两个录音。我这样？什么？你在哪里看到两个录音倒？电，我看到一个尸体，电房的上面。我跟孟娜应该是算是同时上去，他从孟娜从下走上来，我从那个右边门走过来。嗯，我觉得是巧克力或者是萝卜。因为他们刚刚萝卜是守在门口，对啊，对啊，萝卜一直守在门口啊，然后等尸体啊，往右边走，巧克力往左边走啊，可是巧克力没有，如果没有拍这尸体也蛮奇怪的。我走下面啊，我还剩那个研究室有个任务，刚刚我原本就是往那边走，然后后来有那个核反应任务嘛，那我又后来出来了，然后出来有看到哈记，然后我又走回去。我觉得巧克力算偏好。没有没有，我觉得巧克力是没有没有，我觉得应该哎，有几个坏人，两个三个，坏人是三个。如果阿旺是坏人的话，那应该是两个。
那我觉得应该是巧克力跟萝卜。对，我觉得巧克力是萝卜，因为我刚刚看巧克力进去店房那边的门，然后我就往下走，因为我看到店房左边的那个通道的门打开，我想说他们应该走出来。如果三个人都平安走出来，那巧克力应该偏好。然后可是我在下面往上要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巧克力，也没有看到萝卜。你从哪里往上走？我就直接走掉了，我没有在那里。因为我就很担心，因为你们说萝卜是鬼啊，所以我也都不敢跟他走啊。我反而是看他那时候有追露米，然后想说我就先离开。没有啊，露米在我这边啊，追着我跑出来，所以我才怀疑。露米在我这边，我追你，我没有出去、欸。露娜跟露米在我这边都超好，然后哈基我也觉得挺好，因为他刚那个混乱程度，然后你们两个应该是没有。我反而觉得有一点，就是因为阿汪刚其实有可能是医生，因为哈基说那时候他跟阿汪在一起，然后他莫名其妙旁边有护盾。阿汪不是医生。如果为什么？那哈基的乌托顿，你现在才说我才是医生，没有，所以我才会那时候还在吗？三个人、啊。嗯，你这一场配套的看得到吗？还在吗？因为如果阿旺是医生，你的护盾就没了。对啊，护盾还在，所以阿旺就一定不是医生啦。对啊，我才是医生啊。OK， 因为那时候你很笃定的，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哈基的说法理论上阿旺应该才是那医生。没有，因为我刚，所以我才觉得奇怪，那个赌徒到底还在不在？可是我觉得现在应该赌徒不在，除非他是坏赌徒还留着。所以那我反而是觉得萝卜跟露米，因为那时候我是看萝卜追露米，我没有追露米的。没有，我是巧克力先追我，然后我才看到蒙娜在这边冲他会合。我们三个在中间晃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啊，对，然后哈基在我这边也好，所以就是你们两个。我会建议先投巧克力。好，我也想先投我。啊？我完全没追你，好吗？你这是什么葡萄？谁要吃你的葡萄？没有，因为我有去看生命仪，那个诺因死的时间是很晚很晚。就是在关的之前，他都还活着。后死的，哎、欸，有幻票师，哎、欸，有幻票师、欸，哎，那应该是老公很完了。我就说我是啊，有啦，这个对的啦。我听我解释，为什么要换票？我听五百只心得，好评一百只心得。你们听我解释，我听你解释。我听我解释，直接帮他救回这一场，我的天哪！谢谢。这一次不知道，这一次又莫名其妙。麦克风，你麦克风给你，来来来来来来，你站中间，你站中间，你站中间，我们在旁边啊。你说，因为刚刚那边就有人讲说，那你们刚刚有人归票就说，那就是要么是巧克力跟露米，后来又变成繁星跟露米，然后我想说，那为什么不直接先投露米？然后我就直接。没有，你说露米啊？对对，没有说露米，刚刚太可疑了。露米巧克力说他要投，说巧克力啊，只有巧克力。没事，他自己。我等一下也信你。你那时候应该直接把身份拍出来就好了。哇！自己旁边可能觉得我很好，但是他自己其实我早就想刀你，可是刀不下去。对，因为你有护盾。你好，直接救回这一场哎、欸！我的天哪！这你知道刚有多少人想要杀你？你刚刚过去都是坏人的，还要我给你一个盾、欸？对，你身边都是狼，你知道吗？你其实早就该倒了。我刚好像是在投票的环节，是不是有直接说出来说我是变身的？对，没有听到哎、欸，所以刚鬼片是那个。诈欺师是谁？不是、啊、那个赌徒是谁？赌徒啦，赌徒。你输，你输，你赌谁？我赌诺伊是坏人。你勇敢呢、欸？因为我要跟你们讲哦，他要按两下才会杀死哦。哦，按两下，什么意思？确认吗？如果你是一个好，你是一个好赌徒，其实你在做这个行动，你可以先说、啊，对。不然的话，你做这个行动，那好人
也不会知道这样的一个情报。对啊，我们不知道你到底是你等于是发诺音精髓嘛，可是我们也都不清楚啊。不是，因为我第一次想要 ban 的时候，我想说哇，我都选了，为什么好像也没死、欸，然后也没有 ban 哎、欸，然后所以要确认，那我就点两下，然后就没了。那他的选择有什么？没有船员吧？所有职业，所有 mod 的职业都会跑出来。大号 mod 的职业很多哎、欸，要死了吧？会很累哎、欸。但没关系，就是我们这个厂有哪一些，你就要记得。但至少没有船员嘛，他们不可能变船员。嗯，变船员太可怕了。对，所以他就一定要变有职业的。嗯、哦。巧克力跟繁星同时杀我，然后我跑两次动画，两把刀。哦，难怪你就死两个死了。因为我两位已经杀人的那个 CD， 我想说奇怪，为什么萝卜不手撕？我想说奇怪，对啊，为什么？该不会同刀了吧？然后我们两个一起躲在角落，你知道吗？瑟瑟发抖。我觉得我们两个彼此问话，想说对方怎么不去扫。啊，我第一轮聊完我就知道巧克力一定是坏人，可是我觉得那个太场外了，我就没讲。哦，就是那个啊，那个就是名字旁边的数字，我就想啊，这太强了。我也是哦，但是我也觉得很，我也在想这个。没意识到这件事情，我就不要拿出来讲。我流了一下汗，竟然被米菲给阴了。哈哈哈哈哈！应该有啊，我感受你那时候慌张了一下。我那时候也觉得他怪怪的。你们一说，我说这个米菲可恶。被钓到的，我天哪！哦，那个换的，那就是等级啊！我说，不对，不是啊！后面巧一直在帮阿汪说话，你们也不觉得他很怪吗？因为以那个时机其实对的、啊，因为我们第一场是我觉得还好，第一哈记旁边，哈记上护盾旁边是阿汪，那怎么想阿汪都是医生啊？因为那时候他只说到这样情报，可是因为他讲的时候 是对啊，对，所以我才会点出来说阿汪怪。对啊，所以小雨知道啊，其他人不知道啊，对啊，所以还好。哦，因为我视角第一场的时候，那时候一开始看巧克力直接跑去某个点，那个点告诉我要解任务的地方，我就说那应该不坏了，应该是对有任务的。第一场，就算我觉得他偏好，他都要演到底。再来再来啊！我们赌徒要小心哦，不要乱赌。我小心了，我要往人多的地方走了。我刚刚完全没戏份，小心哦，换票是小心，不要乱玩。要小心的。耶，是船员。你哪里？你哪里？想说我今天不要玩到什么赌徒之类的。危险！快跑！跟着人群走，我想玩，至少想玩。粉色的，哟，好快！啊，我又快了，关灯了，船长岛被拔了，我兴奋了，直接一刀就砍下去了，是不是？对，在电房那边吧，对，电房门口，电房门口，刚刚就是关灯了嘛，然后就。我记得冲第一要去修的好像是我跟小雨跟孟娜。哦，我已经打开变枪，准备开。对，然后基本上，我们三个进去之后，过没多久，我发现那个灯亮，我就赶快先按了。嗯，你说有谁？那你说有谁？你小雨。第一个进去的是进去到门里面的是我跟小雨跟孟娜。對對對，然后在我还在开那个门，因为门被关起来嘛，在我还在开门的瞬间，其实好像不知道是小雨还是孟娜，你先把门打开，先走进去。对，我把第二个门打开了。不是我，因为我在旁边。开门的是你，我是后来进的。可是最靠近的是我跟小雨，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好像是阿汪，就是已经差不多要点到灯的地方。我不知道是谁，我已经按开那个灯的那个画面，所以我不知道是谁。因为那时候叠，我们整个叠的进去，就真的所以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在电房门口的话，那跟我们无关。只是还有一个人，有人很靠近电灯吗？电灯在哪里啊？电房啊？那应该跟你无关。有地图，有地图，那跟你没关。因为那时候是我的视角是看到我们三个挤啊，可是因为很暗，所以我只看到我跟小雨的颜色，然后所以刚刚有人有等一下，你怎么看到小雨颜色没看到我？
因为我记得小雨跟孟娜其实后来走进去都离蛮近的，不是吗？后来我就是进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咦，有两已经我前面已经有两个人走进去了，那我就要站在边边，因为我很怕跌倒，我会站在边边。然后那个时候灯就亮了，所以我没有在。哦、所以第三个是你。对，是第三个进去的是我，第一个进去的是小雨，然后第二个是团团，然后第三个进去的是我。可是我是站在边边的、嗯，我不是直接靠在电板上面的。哦，你没有直接冲到。我没有直接靠在电板上面，然后我就看到灯亮。应该说真的，后面还有谁吗？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一起去嘛，后面还有谁？在后面一点的话，有我跟米菲，但我们走到正要进去那个门口的时候就拍桌了。对。所以你跟米菲的时候，那个时候灯还蛮暗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你没有看到前面还有迪叔，对不对？我们没有看到，没有，我们还没看到有迪叔。这边会是自拍自刀吗？还是我觉得团团偏自拍，可是不然我给他个身份好不好？因为你想想看哦，他现在在电房的门口，没有，我只能投票。如果你是说小雨跟团团都是贴的。那个开灯那边的话，没有啊，我刚刚讲啦，门是那个第二道门是我开，但是真正碰到电箱在修灯的只有小雨，我还在走的路上。对，我已经碰到了，其他人都在后面。那这样子的话，那这样我觉得有可能自拍自导哎。哦，那如果你踩我，那我就要踩你喽 ，Bobo， 我觉得你怪怪，我等一下要去重点观察你喽。好，因为我不是。还是 Bobo 的被动技能要发动了呢？哎呦，怎么上下换？啊，怎么是这样子？你是这样子换？那个应该是最好的哎、欸，好像是我，哇，吓死了！天哪，他在最里面的哎、欸，哦，关麦，这是，还没关麦，那记得关麦哦。你要猜谁？不是狼，狼的话有三个职业，怎么猜啊？你好，萝卜看到我，孟娜怎么没拍？我没按到，尸体在哪里啊？电房，在电房，电房的左下角。然后我是靠孟娜在那边走两圈，他说没按到。我是因为我进去的时候灯还没亮，我就看巧克力跑出来了。因为那个差不多已经有人解了，所以我就走了。所以有谁在接？可是我进去的时候还没有尸体。对啊，我要进去的时候也是暗的哎、欸。我进去的时候还没有尸体。嗯，我刚进来的时候也没有尸体啊。对啊。然后跟我们关嘛。我在开灯，一开小雨在开啊，因为小雨我觉得他最好啊。然后他开，我就想说我就走了。然后所以后来是孟娜进去跟萝卜进去，然后没有啊。我进去的时候你才刚刚从那个面板离开，然后就有尸体了。我跟露米进去的时候还没有尸体，可是那时候是黑的，你怎么看的？不是啊，错过的时候会重叠呀、啊，可以看脚雕啊我是没印象有看到孟娜了，我只知道因为小雨在那里，然后我上一天就觉得他，因为他是最里面的，他一定是个好人，所以我那时候换票我还以为小雨被票走，我整个大傻眼我也很傻眼，到底是关我什么事他理论上他是最好的一个，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关灯，我跟小雨很靠近的上去解灯，然后我看他在解，我就先走了，所以我也没看到。你说孟娜，我其实是没看到的，然后我就出去。
不好意思，所以想问一下波波的尸体旁边的现在确定的人是罗波、孟娜还有谁？就是在我是看到蓝色的啦，不知道孟娜还是小雨，还有小雨是不是？不对，我是对灯是我开的，灯是我开的。没有，我也有在开啊。你们一起开的啦，而且是你们两个去开，有可能是一起开的、啊。那我跟你讲，那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那我觉得，因为其实我刚刚那一 round 都后面基本上都一直在看心电图，我看到 Bobo 的心电图死掉，我想说我要去找 Bobo 尸体的时候就拍桌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尸体旁边的人一定有一个是狼。嗯，我是走下去的时候看到啊，然后蓝色的那边晃了两圈没有，我不知道蓝色是梦梦还是。我在里面走进去的时候没有亮，我才刚解开离开那个面板，然后我一看到尸体，然后就拍桌了。嗯，我也是亮灯的时候，就是而且如果是几乎马上的话，我已经是走到蛮外面的，我已经要走到下面去啊。我这样看起来电房的左边那里，这个是小雨哎，来附近的是小雨、巧克力、孟娜跟露米，还有繁星这五个必出一郎，这一定必出一郎，对，绝对，因为那个尸体我这样听反而觉得是孟娜。因为他就是咬得很紧的感觉，因为没有他视角感觉比较广，因为我们其实没什么看到他。啊、就像露米也说，孟娜那个时候，孟娜，你有看到尸体吗？我是开灯之后我才看到尸体的。我进去的时候，你有在尸体旁边吗？没有。嗯，因为灯是我姐，我在面板的，我在面板前面。好好，那要小心小雨哦。嗯、哼，关我屁事。啊是什么换法？给我闭嘴！哪一口嘞？给我闭嘴！这个换票是怎么回事？给我闭嘴！是谁？是他呀！我没有换票，是谁乱讲？我开始是人，我再不开始人呢？哎，我刚。我刚想开小雨枪。嗯。吓死我，又死那个露米在我前面变身，那就是露米跟巧克力出卖人。没有没有没有，他变蚂蚁。我刚没有变，你是不是看错颜色了、哦？什么？你有经过我，你还敢变我？我都确定了。等，那音是在哪里拍到的？那个是在那个水房，就是水房那一间那个外面，就是你看到尸体然后他变身这样是不是？对，然后我是在 O2 房装那个氧气罐出来，看到 Lumi 他就在我面前嘣变蚂蚁，然后我就想，难道是我看错吗？出去拿就一个尸体，他很新哦，他刚杀完的，因为我刚在拍桌前几秒我看到阿旺在那个 WiFi 房走过去。我觉得刚刚被误小雨被误会、欸，没有，我觉得杀手是巧克力、露米跟小雨。没有，你会不会是看错我？你怎么知道啊？对，對啊，因为你们三个人一起咬我啊，咬超紧的哎、欸。不是我们咬这里，还是先咬你啊？不，因为我说我看到蓝色。最后是谁说他在那里的？在那之前没有说。然后是你的视野超级广，而且小雨是最好的、欸。小雨，没有，是我才是最好，跑最快的，我才是贴在面板的那一个人。我觉得孟娜会比较好，我觉得比较好哎、欸，我才是贴在面板的那个人，因为这是我开的，而且我都说了，我进去的时候没有尸体，然后露米也说他进来的时候也没有尸体，然后出去才有的。因为其实刚刚那个是露米杀的，因为是露米刀的啊，所以他当然这样讲。可是我觉得你在跟他互咬，反正我觉得孟娜这边很奇怪。欸、那借我玩一下，但是我觉得小雨是。小雨是白被票的，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减。我觉得你刚刚一直就你刚刚跟露米都说，然后跟小雨都觉得是我，你们三个人一口就咬我。哎、欸，巧克力借我一下。咬死后面根本还不知道他在不在，但是反正小雨那时候我就一定是，对，小雨基本上一定是最好的那一个、啊。他第一天的时候也是他在最里面的，外面的刀跟他无关。
第二天的时候，他也是在那面板那里。哎、欸，不是，真的那个，没事。赌徒，可是第一天跟第二天都是在电板那里下吧。赌徒做事是不是？赌徒要做事。赌徒，坏人的职业太多了，怎么选啊？那巧克力借我玩一下哦。我们只有那个啊，只有百变鬼片跟那个百变怪。对啊，哎、欸、啊。拜拜！请问你选的什么？赌徒？我选了伪装者。没有，听我讲，因为第一天那时候，我的视野完全没看到巧克力，然后也没看到任何人，就是看到粉色的在尸体旁边，那就是团团拍桌嘛。然后那时候巧克力也说有人走出来走下去啊，我就很害怕。哦、嗯。那我觉得就是他们三个人。那这个投出去如果还没有的话，就怪怪的。对啊，怪怪的。来，坏特，坏坏。赌徒好可怕。对啊，就可以让我玩呢。赌徒好可怕，好扯哦。哎、欸，我觉得我们输的超莫名的、欸，哎、啊，好不错，真的大家都好强啊。我开的。为什么？爸爸好强哦！小雨没被我投出去，你们为什么？是因为 Keith 没有那个Steve太多了，第一天是Steve太多出去了，因为他听起来就超狼的、啊。哎、欸，不是，我讲真的都不是我砍的，虽然我是坏人，可是完全不是他砍的。而且你听位置，小雨不可能是那一个大。对啊，小雨不是砍的那个人，真的不是我，每一个都不是我。我还以为我换成功了，我还在那边很自嘲说：“哎、欸，其实我还有讲话。”我就想说莫名其妙，小雨我。我觉得你都超好的，然后莫名其妙一直被弄，而且因为刀的也确实不是你，位置来说也不可能是你，然后结果都被弄，每一个都不是我。对啊，小雨刚刚看起来是真的都没，是讨好先生，讨好小姐，对啊。我不要当好坏人了，我每次想说我要演一下，结果我都超早被投出去，每一个都没拿到。这少，我觉得每个都很强耶，真的好可怕。放的换票，然后。我觉得赌、哦，我觉得赌徒好厉害啊！赌、欸、徒好关键哦。哎、欸，那个，我想一下，哈记，你的面具要不要换掉？因为赌徒的话，他是每个人的脸上会跟那个靶心，然后哈记戴了面具，想说，哎、欸，怎么没靶心？被盖过去了，不出来。对，好坏哦！那董爸爸走在刀我巧克力。对啊，而且其实以那个说法来说，也不可能会是我，因为我已经走到很外面了。然后他说是刚进来的，对啊，嗯、我想说，因为我跟露米进去的时候还没有，是出来的时候才有的，所以那可是我刚刚看是你灯还没开完，因为就你的说明的话，其实有那个时间差，而且在我的位置我已经真的走到很外面了，然后对。但没事，我是还好，我只是觉得小雨真的是小雨好难过，不是我，我觉得小雨真的是最好的，因为确实也都不是他刀的啊，而且真的也没做啥事。他是最好的那一个，跟坏人说电箱很危险，好不好？真的，对，第一天跟第二天真的都在死在电箱那边，我死在电箱了。面板一跳出来，然后哦，有尸体，然后就被拍了。你们要惊讶，好不好？帮你 QQ， 帮你 QQ， 笑死啊！真有趣。来，我们接下来有换张地图，也有新的职业喽。哇，有更多了！百变怪因为有趣味啊，就继续在，但那个鬼片师就拿掉。好的，好。新增一个叫做吸血鬼哦，他也是内鬼方的，他非常的可怕。他刀人，他也是一样，有刀人跟就是咬人两种可以去用。那 CD 是共用的，对。那咬人是怎样呢？就是你咬了对方，对方会延迟死亡。哦，对，不会马上，所以你可能走一走，旁边有一个好朋友，我可能旁边迪叔，然后换一迪叔倒了，然后波波看到他就拍桌，然后说是我，其实不是，对，其实是别人，因为是吸血鬼咬。哦，那被咬的那个人会知道自己被咬吗？不知道哎、欸，我们我的意思我也不清楚，要玩了才知道。对，好，大家可以说说。但是呢，因为有吸血鬼，那进去每一个玩家都会有大蒜。大蒜是干嘛呢？就是你大蒜可以放在地上，在那个范围内，吸血鬼是没有办法杀人的。哇，法好凶！
安全区，所以你做完任务，你很怕吸血鬼，你就可以在大蒜旁边，好不好？但是其他的内鬼是可以刀你。对，我有吸血鬼不行。大蒜，我要站队，我要站队。就是吸血鬼是可以走过大蒜的，好吗？是可以走过，他只是不能在大蒜范围咬人而已。咬人不能咬。大蒜里面做任务了，我一直待在大蒜里面。感觉好臭啊！那感觉好臭啊！哪一张？这样还 OK， 我们都这样子哦。好，那赌徒还是依旧是拥有的哦，小心赌徒，很可怕，真的很恐怖哎。来，走起走起，哪一张哪一张地图？吸血鬼，不知道是哪一张，不知道。嗯嗯嗯嗯，我看好像是这一张。感觉巧克力丢大蒜呢，看一下看一下。两个抱小孩的，哇哦！白痴，吓到！我听到拍手声，肯定拍手声、啊，肯定拍手。不知道为什么手忽然就拍了。卢比说，卢比说，在哪看到？我刚刚什么人都没有看到，但是我是在中央市那边拍的。哎、欸，中央市在哪里？你知道在那个温室的右边那里？哦，温室右边哦，中央市。哎、欸，我觉得 Bobo 很可怜，他开局在帮你们找地图，然后他在原地发呆了一下子，我在等他，说不定是才弄到地图的，他一分钟前放地图了，他可能是我拍手，但我很好，我在那个研究室，我旁边还有小雨，还有谁？我，对，我们很多人，这一刀不会有我们，他有可能是通风管，或者是一开始就在上面的。有可能，但我们那边是持续做任务的。我们这边是一定好的、啊，哈记、团团、小雨，我不一定好啊。不是啊，这一刀不会出啊，你不一定是不是？今天啊，这一刀啊，今天不会出，这刀不是你。对啊，这刀不是，明明不是啊，就哈记、团团、繁星、巧克力、小雨，还有我。对，反应炉是哈记跟团结的吗？对，我本来想问那个迪叔还有诺英，那时候有那个、啊、反应炉的任务，你们怎么都往右走，不是往左走啊？因为很容易一团人迷路哎、欸，因为很早看到你跟蚂蚁在往上走啊，所以我想要去看一下。对，而且有人往上走，我想跟着。我看到蚂蚁跑下来之后，我就归队了。OK， 而且那时候不止还有一个小雨，所以我觉得小雨跟蚂蚁都还活着，感觉他们那时候有机会。上面走下来的。对，嗯，对，我的意思说，那时候他们两个如果有一个是内鬼，有机会互刀的。哎、可是我们遇到的那个转角，他们没办法刀，那边有大蒜。就是其中一个那个吸血鬼不能咬而已。对啊，吸血鬼不能咬而已。对，到处都是大蒜。欸、真的超多大蒜！哎、下一回合还有大蒜吗？没有吧？我来还连续放大蒜，我帮你盘出个所以然啊，盘不出来，不知道跳过了。哈哈哈哈哈！啊，米菲嘞？米菲在干嘛？我刚刚在饭厅解任务，饭堂解任务，然后看到诺英下来，
是这样。那你这次 IT 又变有数字吗？有啊。不行这样。没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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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很畅快啊。没有啦，没有啦。我收到一个来自灵界的问号。然后我把它砍掉，砍掉哦！这个幽灵在那边打字，砍掉，砍掉。我们人人都是通灵师。那个通灵板上面写灵了。哎呦！刚刚我怎么又我了？怎么了？你 是自己玩然后自己讲？小心赌徒哦！好像是我会做的事哎。biang b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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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ang什么东西？你知道那种只要走一走，突然回头，那都很可疑吗？哎、欸，对了，等一下会不会突然暴毙死掉？想看那画面。20994。我们20995啊，再是下面，儿子，刚是不是亮了一下？那个哈基，你听我解释，不是我，相信我，他在外面，我在里面。那你先收在哪里看到的？在那个通风管的下面，他在门外，他本来跟我准备要一起进去。哪个通风管？锁房吗？锁柜房的下面，开门外。锁柜房，对，柜房消毒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啊！那时候跟我们有擦肩而过的是麻英跟诺英吧？对对，然后那时候放在一起耶。不保你，我觉得你乖乖的，乖乖的，你错，你怎么结巴？然后我觉得梦怪，我觉得还怪怪的嘞，妈的，你一定是鬼！冷静，不要生气，不要生气。那我会比较怀疑诺英，因为麻衣因为第一天的关系，就是我觉得他可以去刀小雨，或小雨可以刀他，可是他们都安好，而且也都有来解任务。反而是第一天的时候，迪叔就说网上他为了要看我有没有刀人嘛，然后他后来也有回来解任务，可是诺英的时候没有，嗯，所以比较觉得他可以。我有，我是一大，我也是跟我是跟、那個、后面那一趴吧，对，我是跟后面那一团人一起走下来的。哎、欸，我上去看的时候。然后看到你们走下来，我也就跟着他们走下来了。我在想，就比较奇怪一点，巴法应该是吸血鬼咬死的，啊、因为他那时候刚刚我跟那个露米还有小雨是正要往你们锁柜房那附近啊，嗯、我是在医疗室那里，哦、在那个西南那边。因为他准备跟我进去的时候，我突然那个门一关的时候，右边闪了一下，我想说怎么了？巴法不是有跟上吗？然后就去找，然后他尸体就在外面了。因为我们附近那时候真的是没有人哦，所以你一开始才那样讲。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啊，门怎么还不开还不开？然后哈基走下来，我说哇，擦塞。我走下去了，看你就是很紧张，一直在那边左右走，想要点那事情。对，然后我也想点，但我也点不到。对对对对，一瞬间点掉，我就应该知道你。哦，那就好，那就好。对啊，应该就是吸血鬼咬的。所以我刚刚经过我们的有谁？诺英麻衣。我也是看到诺英。对啊，
我经过在中，我在中央市那边有看到发发，然后还有迪斯。可是我没有看到发发。巧克力这一场干嘛去上面啊？可是我刚才看到一个，是不是我简直哇！米菲，可是我上一场说你一开始从西南下来、啊，因为我是去东南呢、啊，我不是去北啊。我觉得巧是好是吗？因为他如果要杀，是这样吗？而且因为那时候其实你们很晚来，那时候西南阿汪应该有，因为那时候在西南那边我有放大蒜，那是我放的，我在那边等很久，因为我是几乎是第一个人到那里。哦、有因为那时候好像是小雨还是谁去，不是小雨。我路过的时候看到巧克力站在那边，对，下面那一排都是大蒜，好吗？前面没有人，所以我才会说我知道小雨跟蚂蚁往右上角走，因为我是看他们走，我还是继续待在那里。对。刚是阿汪走在那个就是那个书柜房下面那一条很多大蒜那条路吗？就是沿着西南走下来。对对对，我在跟你求救，你知道吗？蚂蚁就一直跟着我。啊、然后我往左，他就往左；往右，他就往右。堵怪谁？哎、欸，露米怎么突然直接把露米堵掉了？不是堵怪我杀的。好，露米，好，先请你。什么？直接到了诺英耶，啊，随便挤这个，啊，我还配线啊，你们等我一下啊，你看修好了，电就来了啊，是不是？九桃树，九桃树，化石化石。露米看到惠儿，啊进，好了，等一下，在登陆舱，登陆舱，对，在竹节企鹅那边、哦，那应该是传动传过去的，不是不是，他刚在我面前杀的，但是因为我正在按东西，我有点忘记他的眼是梦梦吗？没有，我在梦梦刚刚在我们旁边呢、欸，他百变怪被我杀掉，所以不可能。哦，你是选百变怪哦？不是、哦、他是百变怪。不是，等一下，等，我觉得他是那个，应该这个是吸血鬼，因为我看着你跟，因为我先上去。没有啊，可是露米说是他旁边还有看到一个人呢、欸。你说诺伊是百变怪吗？对。好，诺伊百变怪。不是梦梦的话，就是米菲。因为我先上去登陆舱，然后我看你们两个在那边，然后我就往下走了。我还没走到医疗室的时候，你就拍到了哈基的尸体。那应该是米菲哦。我旁边没有人、嗯，可是我们三个经过米菲，我们在登陆舱要走过去。我们刚不是四五在那个嘛研究室往下走嘛、嗯，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是只没有看到那个米菲，我没有看到米菲，因为米菲在我们这边，他在最前面的，我刚在结论、嗯，他在登陆舱，对。然后可是我们三个人经过米菲，然后现在是哈基死掉了，所以应该是米菲。露米，你可是你拍哈基，最后你旁边你还确定有旁边有一个人？没有，就是梦梦啊。可是因为梦梦那个瞬间应该不可能吧？还是你要再开一次枪？还是因为你是最能看的吗？还是你觉得哈基是吸血鬼？猜吸血鬼。你觉得哈基是吸血鬼还是那个就是被刀的？我猜米菲是吸血鬼。那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哦哦，对，你还可以猜。哇！太强了！枪神！好狠哦！多有一点。哎，死人！那最后一个，我就会觉得阿汪或孟娜吧。阿旺因为比较少出现，阿旺刚刚一直有跟着我们呢、欸。可是我觉得不是阿旺，我觉得是蚂
医，因为我刚刚不是说吗？我刚刚在那个医疗室旁边，你一定是狼，一直踩我、欸，我知道是狼，因为一开始就觉得很好玩，然后你就卖我，可是超狼的，可是我超级狼的。我真的要讲一下，因为那时候你们在饭前一天啊，你们在饭厅的时候，大家一窝蜂要走出去的时候，我就留在饭那个嘛饮水机旁边。他也跟过去，又突然折返跑，吓到，我想说赶快跑远点，他说跟着人群一起走。蚂蚁，蚂蚁啊，那你一直折返跑啊，超恐怖的哎。他可能想确认啊，可是他的举动很恐怖。折返跑，有规定不能折返跑吗？可以，没有规定，但是跑也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玩一下啊，反正两个初级，我们可以票一个，对啊，剩一个，拍桌一个。其他都比较好啦，还是迪叔要怀疑我？欸你好懒哦！哎，怎么搞了？天哪！真是的，哎、欸，孟娜超狼的，比我还要狼。你作为他，你是什么都还没有做，我真的觉得我最狼了，超狼的。我觉得我真的蛮好的，比我还狼哎、欸！孟娜刚刚明明就可以当自己，可是他没这么做哎、欸，他刚才超狼哎、欸，可是他一直把自己撇掉哎、欸，他刚才是可以的、欸。你说孟娜是小丑啊？小丑，对，我是小丑。对啊，那你为什么要把那个水脱掉啊？不懂的老板，你换片换过去了，难怪那么可疑，结果原来是小丑。我是小丑，我差点是你脱掉哎，我全力闷一脚哎。你超丑，还想赢啊？差点赢哎，我想说。对，我想说你为什么要一直帮好人？那他都他可能到处踩有没有？对，而且他把狼觉得他很狼，但只有我而已。不是，那跟蚂蚁超恐怖的，因为他一开始折返跑还好，可是因为我一转方向就马上转方向，然后我一转方向他就转方向，对对对对，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会在马路上看到一排大蒜，然后不好奇的吗？碾过去啊！那条路整排都是那条路真的都是大蒜，你们知道我多难杀吗？一整条路都是大蒜，我经过了你。你是最好杀的，你吸血鬼，你又没杀，你只是咬一下就走了。不是，因为整条路经过的，你可以用一般的，那你可以用一般的杀，般的你又不是没有那个毒区，他也没办法杀，他什么都不能做。但重点是，只要在其他地方，因为你随时咬，反正对方没有知道啊，判断。哇，你就站在没有大蒜的路中间呢。看到一个咬一个正在大蒜的路中，那个大蒜其实说白也是也没什么太大，对，就只是你不会被咬而已，知道吗？哇，圣诞老人哎、欸，很好笑，这个赌怪好感哦、喔，哎、欸，不是啊，你第一个赌要讲啊，不然很可怕哎、欸，有赌徒的好可怕、喔，好可怕，不是，你刚刚赌超感的，你莫名其妙就直接抓他，我都怀疑你眼睛底下是不是戴什么异形金隐形眼镜？哦，你对，你就是还自己戴，扫描一下你的眼睛哦、喔，怪怪的哦、喔。你自己看的很快啊！我要求验眼睛哦。我要解释一下，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觉得我是百变怪。因为那时候我吸取那个团团的那个 DNA， 然后因为我第一次玩百变怪，我就不会玩，然后我就在 Bobo 还有那个。Lumi 还有 Lumi 的中间变身，然后我就吓到，我吓到，然后先把 Bobo 给杀了。然后 Lumi 你有看到吗 ？Lumi 好像没看到，但我没有很确定。你要讲，你又不确定，你要讲啊！我都想说，你的眼睛怪怪的呢，你怎么都知道？没有，我倒着走都怪怪的了，不要倒着走了。真的好可怕。哎呀！小天赌怪哦、喔，来试货大家哦、喔！谢谢你，我目前是都没有坏的赌怪啊，对啊，没有赌怪，对，都好的，他自己还是一个坏人，都有职业，所以就可是没有第三个坏人都是普通的伪装者，就是为了给赌徒，而且赌徒的是伪装者几率是50%，真的还蛮高的。很神秘，很神秘，等下看会不会演技破，再看看会不会运气好，再来喽，走起。好累哦，我才9点。袋鼠。哦，尬的嘞！
我要乱开枪了，我要乱开枪了，我要乱开枪了，哪有在当赌徒当过年的哦？啊！下一秒呗，萌萌哒，原地复活，萌萌哒，嗨，对不起。哇，直接送到，太快了吧！送刀哎，是不是？那个在哪里？他是在我面前爆炸的，他是在，所以我爆位置没有用啊。他在那个一样，就是那个通道最下面。他那时候我看他，他看我，突然脑袋爆炸，嘿。你看的是谁？是谁脑袋爆炸？他记倒的。对。那你们有看到阿汪吗？没有，没有。上面影好像也没有。我先说一下，我们西南往上走是我跟迪叔还有小雨。对，嗯，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也没看过哈记过，阿汪就更没有了。哈记如果繁星说在后面，那就不会是我们，因为我们很早就走了。对，小雨是第一个走，小雨第一个走，他第一个放屁。我直接在西南那边放一个超臭的淋浴展开。然后小雨是第一个，我跟 Lumi 还有麻衣。是第二团的人过去，嗯，然后那是从那个啊，就是下面医疗室往上，那时候我们人大概是这样，然后那时候我是想要往上面走，然后后来是跟小雨还有迪叔过去，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你们后面的人弄了哈基跟阿旺。那个吸血鬼的咬会很快吗？应该十秒，不止十秒，十秒而已。一开始有留在登入舱的一些人，就是对，我觉得阿旺是在登入舱倒的。可是我上次当吸血鬼的时候，他要30秒后才能吸。没有，那是 CD。那你现在当吸血鬼的时候呢？咬下一口。现在当吸血鬼。那你现在吸血鬼 CD 多少？我现在不是吸血鬼。然后你是什么？只能有两个。那谁最后离开登陆舱的这种可以说出来吗？我算蛮晚的吧。那你还有？你后面跟你前面。我后面的话有，我是跟诺英跟孟娜吧。嗯，对不对？然后我们一起走吗？我觉得我们是算晚的，因为他们的确是有一批是一开始诺英孟娜，那诺英跟孟娜后面还有谁吗？那没有，你先听我，你先说，我先说，我跟诺英跟孟娜，然后就是走了之后嘛，我们就一起去反应炉去那边接任务。那后面好像还有人，可是我没有仔细看是谁，我们不是最晚走的。反正我这一局会保波波，因为我跟他从头到尾在一起。对，那没有我现在只在盘那个、啊、最后离开登陆舱的、啊嗯、Bobo、诺英、孟娜，那你们三个还有谁比你们更晚？我不知道、欸，不知道，但是的确是还有人哦，的确是还有人。你说来想一下，其实这样就可以盘了啊！你们看这样，你们第一批，然后我们算是第三批走的，嗯、你们还有第二批的是吗？我记得我是真的还蛮我应那这样我应该是在你们之后，然后我除了我以外还有那个。应该是米菲吧，就是粉粉的，是吧？米菲。对啊，我那时候一开始在前面接任务，对，然后经过。对，我也就是我是在登陆舱接两个任务，所以比较晚。然后呢，后来呢，知道发发呢，因为时间很短。发发迪叔呢？我前面发发能迪叔，迪叔在我这里。发发呢？对，嗯，麻衣。发发呢？发发呢？啊，蛮快就过去了，我往那个、啊、就出去了，没在登陆舱啊。哎呦。嗯、危险哦！哇，那都是船跟米菲最后走啊，所以他们两个有问题。你们对啊，那以我视角，我就是米菲好，没有。阿基，换团哟，机械熊猫。谁哟？我不知道。干嘛突然靠过来？还有问题？还有问题？对，打不开。
在那个反应炉、欸。波波很新鲜哦，很新，很应该是很新的。我刚怎么进来就没了？超对，然后我先讲啦，就是我就是刚刚不是有反应炉吗？反应炉完了之后、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啊，岔赛，我就在通道那边走，然后呢想要赶快赶上去，然后呢在那个通道刚开门的时候呢刚好结完，那我想说好我就上去结任务，然后呢过滤完之后呢往上走，往左走到反应炉那边要结那边的任务的时候，然后就看到繁星在那边，然后过门，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看到灯亮了这样。对，我也吓到，而且他又在我面前爆掉的。他又爆掉了，是不是发发、啊？因为走之前的时候发发，哎、欸，没有，可是解释发发跟波波一起解的，我跟他一起解，是他们两个解的。那谁？而且这解的好久哦、啊，对，这解真的很久。因为我是去上面解任务，我就想说这应该很简单，然后只是想说怎么那么久，我都超紧张的。我也很紧张，我那时候也是这样觉得，我就想啊，不行，我要赶快上去这样。然后团团、欸、那个时候是我跟迪叔跟繁星。米菲一起走到通风管上去，然后门一开的时候，他们两个截掉。嗯，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有这四个。哎、欸，我那时候在通风管里面卡很久、欸，哎，有百变怪是不是？没有没有，一起进去的。哦，可是我在管内逗留一段时间吧。你那时候有人下来看我啊？啊，我没有下去看你啊。嗯，哦、那是谁？那就是百变怪啦。对啊，我跟鱿鱼在一起耶，我没看到。没有，我有在管。我有在管内啦。我遇到团团啊。我是通风，那你那诶、欸，应该是显示啦，显示距离的问题啦。没有没有诶、欸，我已经走进反应炉了呢、哦。对对对，可是我没有进去。你问团团，我有在那个门口里面等他一下，那个管内里面等他一下。他有稍微等一下的，对，所以要解释为什么会这么晚、嗯，因为我以为门在上面，他不是就是进去要有一个通道嘛，然后研究室不是在上面、嗯，然后我以为反应炉也在上面，所以我往上走，然后发现通道是在下面，没有，所以才比较晚。我现在只想知道你们刚刚那边有谁、啊，因为尸体是在我面前爆开，所以是我跟因为其实确实我觉得应该是偏向爆开居多、嗯，因为呢那个时候拍的时候就是我没有顺眼，因为那有可能就解完药啊，因为第一天的时候，方法也是最后才讲说你自己的状况，因为那时候都已经在排坑了，所以我就觉得团团、米菲、发法是最可以的，因为团团跟米菲是因为最晚走，那米菲，然后发法是因为都没有去讲说自己的被揪出来的这样吗？对，意思是被揪出来的。嗯，我也有。然后这天又这么可以，哎、欸，你们不要靠我太近，会爆。算在哪里？我方法算就是。上去那个反应炉的那个通道，你们上来的时候不是有看到那一颗？那就是我跟波波在等的时候我放。嗯，因为我是在反应炉的左下那边有一颗，我站在那个里面。我是放在通道那边。偏向如果加上上一轮的话，我会投米菲了。我就在旁边。好吧，那就米菲了。米菲吧。我自己因为波波应该是照靠右边，没有大蒜的地方。我是站在有大蒜的地方。大蒜好安全、哦，虽然很臭、哦。我的任务，这是什么？希尔，希尔，哎、欸，我碰到团团他就死了，不好恐怖哦！你怎么又看到鼠的呀？好恐怖哦！刚修炼的有谁？小雨、啊、右边走了呢？小雨应该是在一标板，我在中央室呢。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不是小雨啊？因为我看那个开灯开了100年，我就往后站了。对，我觉得很怪、欸，这边一定有一个内鬼在搞。嗯，然后趁机偷咬。我是最后到这里的。
我过去的时候是发发在那边，然后我想说，哎、欸，发发在前，我就站后面一点，然后看到。我觉得我要票发发了，我真的觉得很奇怪，每次有问题的地方旁边就有发发。你开那个灯开了一百年呢、欸？对啊。然后呢？然后我们到了之后，那个灯呢还有人在搞哎、欸，有把全部亮的变关的哎、欸，爸爸，爸爸，你是在搞、啊？哎呀，被发现了！好开心，好开心！开这灯开了一百年了。哎、欸，那我玩一下好不好？我又是好的那个。啊、那你要猜一下，我觉得他是吸血鬼。谁？谁是吸血鬼？迪叔吗？爸爸，他是白。那我猜，啊、那迪叔你让我玩一下、啊，因为我觉得你怪怪的。哎、欸，还有可能是百变，是不是？反正你说你在通道看到我走下去，是不是？那我刚其实好像也印象，可是我看到爸爸走了，我有看到爸爸怎么办？因为我一办公室一出来，灯一开，我就往中央室走，我后来就没有跟你们走在一起了。不是，有三个直接怎么选啊？我觉得发发是百变，还是发发你是工程师？好啦，迪叔你是吸血鬼。我不是。啊、你死了。他是死的，不是就是。迪叔骗得我好惨哦，迪叔！哇，迪叔，我第一天还保你，欸、我想说我一直跟他走在一起，对、欸，你是不是都想要咬我？哎、欸，迪叔，你是不是在害人啊？你怎么一直在咬我身边的人呢、啊？迪叔，对，迪叔，你真的是害发发，你永远都在繁星面前爆炸、欸，对，对，而且永远都是我经过的人爆炸、欸。这个职业多么的精华、啊，终于可以留演技了。柯南呢、欸？旁边都出事哎、欸，你是出事旁边有吧？因为我第二天就在注意说有谁啊，有谁经过还是什么的。可是我都还没有变成别人，然后就突然有人爆开，然后就拍桌了。你爸，你都是坏人。我第一天超奇怪。我还很相信迪叔哎，想说这跟我们绝对无关。你说了一天，繁星。没事。我怎么了？第六感游戏。不是就對、啊、就那时候是哎、欸，最后发言嘛，迪叔、发发跟谁麻衣都没讲话、啊、然后发发是最后才剩十秒钟在讲啊。那我应该没我的局啊，因为有波波在，他应该会聊完。好厉害！我以为发发是吸血鬼，我以为他是吸血鬼。不是，我站在原地，然后我就看着阿汪，然后我说，最后一个也都把杀了。我一看你就跑了，难怪没有人看到你。我还想说奇怪，团团跟米菲不知道最后走就算，团团怎么也不太清楚自己很晚走，又想团团可疑，可是第二天团团又很真。我就一直在想要找时机讲，但是一直找不到时机讲，你知道吗？哎、欸，你后来没有接受到兄弟，我给你一个好东西啊！有，我感受到，我真的舍得铁信你啊，所以我就很开心过去想说，我来开灯，到底谁来搞？然后就看到那灯全部关掉啊！我已经看见很多，然后又全关，然后灯亮的时候，我就想说看有谁，又是发发，又有你，每次问你，因为我一走过去只有发发在那边，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电灯一直开关，一直开关，我说这个怪怪的吗？就在搞啊！每次有问题就有发发，然后迪叔过去那个还在搞，我想到这两个都，迪叔亏我还信。迪叔偷咬人了，就说他现在就完蛋了，没想到。哈气，很早就咬了。嗯，对，他其实咬下去蛮久才爆的耶。所以大概几秒啊？就十秒啊。可是因为十秒，你可以走的距离其实也是蛮远。哇，他跟我们走到快要那个中央室的那超远的。我就看到我说我在接电线，看到右边突然啪一下，我就。爆掉了！吸血鬼真的超可怕，吸血鬼很狠呢、欸。哎、欸，不是那个电箱放一个大蒜啊，很危险、欸。没人敢剪电啊，没有人敢剪电的啦，超恐怖的。大蒜留起来，最后越来越嗨咯。还有一个吗？还有哦，我们上次有玩到一个那个、啊、中立方，叫做秃鹰啊，没有，它叫秃鹫。秃鹫可以吃尸体吗？嗯，对，它可以吃，它可以把鸡腿给抹灭掉，它也是第三方。哦，对，那它的就是你只要吃三个鸡腿就会毒瘾。那只要有鸡腿在场上的话，你会有一个蓝色的箭头，迪叔是蓝色的箭头。
对，如果是红色，那是你的任务；蓝色的就肯定是鸡腿的方向。OK， 嗯，对，那你只要顺着箭头就可以找到那个鸡腿，就是把它吃掉。那你吃三个就会赢。OK， 好，那秃鹫它也可以走通风口。哦，只是就是一样，你吃鸡腿有三十秒 CD， 那你 CD 的过程如果在通风口里面的话，它 CD 就不会冷却。嗯，对。所以你要等到结束的时候再转比较好啊。这场比较特别 啊，就是那个我们开开看啊，就是最小独立职业有三个啊，所以可能会有三个秃鹫啊。哇哦，就是看他们的胜利应该也是自己独自拥有啊，所以有没有抢尸体是不是？对啊，抢鸡腿了，吃鸡腿，哦，好饿的感觉啊，哇！鸡腿互抢啊，有点吃不饱哎，欸，你要再吃一点吃，你有尸体吃吗？一个秃鹫，然后跟着一个狼人，我站在旁边，哎，欸，吃香喝辣，哎，欸，吃香吃好吃，哎，对哎，哇，那一般职业一样，嗯，跟着大哥走吃香喝辣，对，跟着大哥走吃香喝辣，说明大哥一言不合就把你给刀了，没有，看你吃两个吃饱了吼。好，再见。啊，你吃饱了吼，再见。三个，哎，欸嗯，那最后又来到我们的船区，超大的船。我保先上去，给大家速度快一点好不好？一，啊，变快，0.5、0.25，快，好像很快哦。哦，哎，欸，小丑我记得关了，对，小丑关了，所以第三方都会是秃鹫。好，他叫秃鹫。真正的吃鸡游戏来了，我想吃鸡腿。好的，要获胜。好难，好难哦，太难了。试试看，试试看。不要，不要，不要啊 ！Yes， 哪一个啊？啊，做汉堡都在这。看一下啊，观景台。居然还拍得到猪，好强啊！猪，欸，哇，欸，他爆掉了，包包吸血鬼，不是不是不是，他爆掉了。我觉得他，我好像有看到刀的形状，没有，不是不是，我没有，你有看到瞬移，瞬移才是，你看到刀形状不是瞬移，他死掉爆炸跟刀的都一样，对对对对对，那对，他被咬了。啊，我额外说一个其他的事情，我觉得他记超诡异，因为他疯狂追逐我。啊，不是啊，他那时候那个通讯断掉，什么任务都解不了，就只能往那边走啊，就跟着你走啊。没有，你疯狂追我，沿路完全不停，我超可害怕。因为就箭头就往那边走，也只能你走啊。那边单向道也没有岔路啊，我也不想跟你走，很恐怖呢，欸。我也不想跟你追，他那个后面紧追不舍，超级穷追不舍，中间好像还有路过，忘了是谁，反正他其实都很可怕，一直追我，我觉得很可怕。路过的我还想说，为什么他们可以解任务？不是现在都不能解吗？为什么他们在那边不动？可以解啊，可以啊，可以解啊，没看到看到而已，看不到提示而已。对啊，但至少刀两个嘛，他既要盘也是盘第三个，因为我们不在那，我们从导演室右边绕超远，团的卢米的我不知道，哎，欸，大概在哪？我忘了，迪叔你再说一次。左边，哎，欸，就是通外那个通讯室哦 ，WiFi。我知道刚刚很多人在厨房出生，超真假的，超多的耶，团是在厨房出生吗？是有人看到团团的在哪里出生的吗？有团是在厨房，卢米也是。那你们厨房的有点危险，拿去做菜了。我也蛮可以的，啊，我为什么可以？哎，厨房出生有谁啊？我也在。我记得有恐龙，恐龙。我也记得有恐龙，我不是有恐龙，有小蚂蚁，说有啊，有我，还有乌龟，还有乌龟，还有渔夫，渔夫，我啊。哎，对，你在钓鱼，哎，对耶。阿汪呢？我还不知道我在哪里。我才第一次玩这张地图，我就拍桌。嗯，那我还是觉得阿汪蛮可以的，所以我要票波波。好，
哎、欸，我比较好奇是为什么巧克力开始说你居然拍得到？为什么？对啊，你居然拍得到、哦、因为那个啊，有三个秃鹫啊。哦哦哦，因为我跟你讲，所以你们一定会去追到，然后去吃掉啊。我想，然后结果迪叔还拍到，所以是迪叔想吃，我就想说这场好人方应该要 GG 了，因为迪叔要吃按到拍了，对，完了，迪叔要体重，没错，如果是迪叔的话，那我就觉得有可能。各位兄弟要吃你的尸体喽！但反正兔兔是第三方，可以不用管。难饮了，不要再来了。对，我们那天盘那个内鬼吗？没办法吃香喝辣，饿吗？不想喝辣。对啊，还有谁没发言过？饿了吗？那英刚刚一直都在那个店房。要米菲啊？嗯，我刚刚要去旧店。哦，啊你经过那里啊？有数字吗？突然间。这上面啊有啦，有数字。反正我跟哈基不会是那个这两只的，对，这一种我们跑超远。哎，你不用，关我什么事？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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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换教室，要证明自己还在啊，没事。对啊，刷存在感。是我，可以可以。你非笑成这样，你是换票师？你非应该是换票师吧？笑那么开心。到底是哪个啊？这镜头是干嘛啦？白痴哦！喂 ，OK， 我看到啊，不是不是不是，迪叔，迪叔在我面前爆炸了，怎么又在你面前爆炸了？为什么都在你前面？哎，这一局轮到你了，是不是？没有，我跟你讲，刚刚不是关灯吗？关灯之后，为什么发发你会，我就好奇。就是爸爸，你会从货仓那边下来，然后货仓那边其实有个结店的地方，你怎么不在那边结？你要跑货仓？我不在货仓啊。我说你那时候关灯的时候，我有看到你从货仓然后医疗室然后过来。医疗室？还是那不是你？是百变怪？我不知道哎、欸。我在那不管方法你在哪？可是我刚刚我的确是从厕所到货仓，可是刚刚有。有没电吗？有，有关灯啊！好，关灯很久哎。好，不知道。好，你不知道？看不到。就简单的时候还有人在玩灯呢。不是吗？没有这关的灯，这关灯有好几个地方。对对对对对。但是关灯很明显啊，一定会知道。我不知道，然后我就从医疗室往电房。可是我跟你说，你从上面下来，我其实那时候关灯的时候，我好像是在电房，因为我是看那个小地图在走的。哦，就是我没有看着路走，我是看地图在走，所以我不知道有关灯。那阿旺跟蚂蚁咧，因为关灯蛮久的。我们两个一起走啊。刚在右下、前面在淋浴间有看到小雨，然后我就往大厅那边走。往右下，然后你说往大厅走。在哦，阿旺，你是不是记错？意见分歧。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不是右下，是右下。那在淋浴间呢？哎，不是左下，是左下，左下，左下，左下啊！因为我跟韩记还有阿汪是在淋浴间遇到的。嗯，对啊，然后我最后在淋浴间那个中间拍桌前是跟在淋浴间看到发发。对啊，我在。阿蚂蚁在哪看？淋浴间看发发，你到底是哪一摊？真的假的？我在景观台遇到阿汪，哎，是阿汪那个阿汪是百变怪吗？哦，那应该是百变怪。那你在哪里遇到啊？
对啊，我在景观台遇到阿汪。对啊，可是景观台，我跟繁星在那边。对啊，我们在那边修电呢、欸。啊，妈，你刚好经过机房吗？机房有，我有经过机房，所以那边那个阿汪不是真的阿汪。那我到底跟谁？是百变怪吧，因为我跟、啊、你是不是有经过我们啊？我好像有看，我好像经过你，然后你跟一个橘色在走。对。你跟阿旺吧，我没有看到你耶。阿发发，你怎么在这里？哇，你昨天阿旺，你好奇怪啊！好远的，非常没有礼貌。你讲。之后我就是一直就是看着小地图走，所以我是从电房往大厅走。那时候我有经过麻衣跟一个橘色，可是我不知道是谁。然后我就往淋浴间走。那淋浴间之后，我就是跟哈基一起在接任务。那这样的话，麻衣就根本就不在什么观景台 啊！对，投错人，我投错人。那条路，他从观景台往那边走啊。对啊，那条路、啊，我觉得爸爸可以先出去。哦、为什么？他搞不好小丑哎、欸，没有小丑啊，没有，没有，哦，那是秃鹫，叫秃鹫啊。哦，对吼。哎呦 BBB 干嘛的哦诶有人秃鹫太难了哎、欸，一堆秃鹫。嗯。喂。诺英在哪看到？尸体被吃掉了。我在那个大厅通往淋浴间的门口。大厅通往淋浴间的门口。对，然后遇到繁星的尸体。我把还扶着。什么意思？我这今天前面好几场都很惨，不要这样。前面都被杀，前面找地图。然后刚刚我跟小雨去捡那个东西，诺英还没讲完。诺英说：“巧克力一直在我附近，所以我觉得不会是他。”对，我跟哈记最后也在档案室，而且是我过去的时候他就在那，然后诺英是往下，对，所以他就遇到那个鸡腿尸体，嗯，死掉两个喽。然后。一开始那个任务我有点想说哎、欸，因为那个任务完全卡右边呢、欸，右边是麻衣，右边怎么了？右边是麻衣，麻衣偏怪、啊。麻衣，要么右边，要么左边。我靠了，麻衣那边看着。你们左边没有？左边我们一堆人、啊，而且一开始嘛，对。然后一开始是我最先到那里，去右边了。对，因为那时候一开始我先到，然后我后面是麻衣，所以我就想说，然后因为浮空台在右边，我就想说好，那我从右至左，那右边就让我后面的麻衣去解。然后我跑到左边的时候，发现哦，左边好多人哦。然后我就想说啊，反正我来了就解这里。然后我看到小雨往右，所以小雨应该有看到右边、我是站在上面看着下面蚂蚁，可是我一直看那个都还一直没解掉。后来我打错号码，
我觉得蚂蚁偏怪，你知道吗？不过去看嘛，我要跑回来，因为蚂蚁往我这边走过来，蚂蚁这边我也觉得怪怪的。哪有我最后？可是我在大山上面，跟米飞一起耶。米飞，那感觉是因为米多了一个人，所以你被迫要按。我们左边是超多人，所以右边是我按的，右边是我按的，是蚂蚁开始后我把按开。我有解那个东西，是我以为我解完了，结果我发现我打错号码。没有，他没解。因为你刚才我在机房外吗？有啊，机房外啊，好，那没事。然后上一轮蚂蚁那边也跟梦梦互踩，有算互踩吗？我有跟他互踩吗？没有，他是说他有经过警官台，那反而警官台的好像警官台没看到他。对，对，是梦梦说蚂蚁的路径怪怪的。那我觉得是蚂蚁，是往那条路啊，因为这个地图很大呗。我们现在只有投出去一个发发嘛，因为那个任务还蛮久的，而且因为你说你按错走掉，可是因为他还是会持续的警报去响，那我又回去啊，所以我又回去了。可是按解完的是小鱼，我好奇阿汪是因为不熟这张地图吗？对，我每一张都不熟，我第一次熟的，你看是刚刚的等级好不好？ LV4 你是不是没有数字？你是不是没有数字？哈，不是你，我们都没有嘴你那个新手，你现在嘴他不行哦，不行哦，不行，他是真的新手，不是你要看一下，他有点看不到路，他现在还拿着那个杖，你有没有看到他拐杖？好吗？对，可是他有替身使者哎，替身使者不走哪，可是他还是看不到啊。先生指着你走这，他说哪里我看不到，我看不到。你往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我好像第一次死哎，天啊！你说的那个天空蓝，要换。嗯，我突然发现我好像第一次死哎。那我跟你讲一个事情，你知道、欸、我已经。好几场都前面就死了耶！哎、欸，好羡慕你哦、喔，不用猜哎、欸，脑袋炸裂、欸！我突然想到波波真的每次这鬼转真的是很屌、欸、我下次是不是也要这样张人、嗯？我觉得一定是谁谁谁，然后在最后二十秒这样讲，感觉他一定被投出去。对啊，这鬼转流，每次都这样鬼转人。是他真的还活着就有问题了，因为平常一定会死吧？对啊，好笑，快笑死！我好难过，我被吃掉。而且你们两个有两个尸体没有被注意到、欸，嗯，这场因为太大了，我觉得比较难。不是拍桌后没发现说突然有两个尸体不见、哦，没事啦，我已经习惯了。我这短短的快两个小时里面，我就两次被。哦，难怪你会说是边缘人职业。那我应该可以找出边缘人职业了吧？超好笑，会不会炸掉了？所以现在巧克力吃两个了吗？对，两个了，一个吧，两个两个了，两个了。那现在再找一个，一个是我啊，一个是我。一个是露米，一个是你要、啊、另一个是谁？露米哦，嗯，露米被吃了吗？应该是，因为我是最一开始就死了。哦，但是只有跳我哦，那这样就是你被吃了。哇，那快要看到第三方赢了吗？欸、是吗？之前秃鹫，我就吃三个就赢了，不是吗？对对对，哎，为什么？是你太拍、欸？哦、你看他吃尸体是不是、啊、我但我只吃一个啊，那而且被拍光了是不是？那重点是，那你把谁吃？我反而会觉得你把可是我讲感觉，因为我感觉票两个了、欸、反正我这样讲，我觉得 Bobo 跟阿旺有可能是、嗯、我觉得发发不是哎、欸，我为什么发发不是？发发那个他直接自爆了吧、欸、你说你只吃一个是不是？啊、可是没有秃鹫有三个、啊欸、等一下我先说，我们上一场的话刚刚只有刚是好像是有死两个人，然后但是只有出现一个人的尸体哦。对啊，被其他吃走、啊、有三个秃鹫啊、就是、啊刚刚是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吃完阿汪看到我，然后所以他去拍，可是我吃那他却在旁边，他没有拍桌，你懂意思吧？但是那时候前一天其实还有一个 Bobo 也很可疑啊，因为他那时候感觉就比较想要刀我的感觉。对，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想刀你？
因为我是第三方啊，所以我会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对，那那为什么反正厂商要买一内鬼或两内鬼啊？怎样也不会拍到我才对、啊。那你那我这样子的话，比如说像刚迪叔那个尸体，那我其实我可以等等，如果真的有其他秃鹰，我等其他秃鹰来，我再刀其他秃鹰就好了，对不对？我干嘛拍那个尸体？有可能到的不是秃鹫，是那个啊，好人啊。啊，因为没有人来啊，没有人来啊，我当然直接看到尸体就直接拍啦。是吧？我真的就足以证明是好吧？然后又讲，我还有波波很可疑啦，因为那个时候，反正因为你们是紧急的，所以你们不能紧急。对、啊，反正对反正。然后我那时候说波波，因为那时候波波说他拍，忘了是拍谁，好像是迪帅谁，但那个不是他马上拍的，是等了很久。我想要追那个鸡腿过去，然后追了很久之后，然后波波才拍，所以我知道那不是新鲜的，那至少倒了五到十秒。那你是说哪一个？你是说哪一个？就是你拍那一桌的时候。我拍那桌，我只有拍多少拍两个。那个它不是新鲜的，你说是新鲜的，我就直接知道错了，五到十秒。那你知道你觉得那你是哪一个？你讲啊，什么哪一个？是哪一个？是哪一个？你跟阿汪啊？是哪一个尸体？是哪一个尸体？啊，我怎么知道你那么像下面的那么多？你拍的你怎么会不知道？我只会看到蓝色的光，大哥。我跟巧克力还有波波在档案室遇到的那一次，对不对？可是我没有看到你们啊，你们怎么会看到我？我有看到你在，就是你尸体的啊，对，没有，你跟我还有哈记的那一次，因为那次我为什么在那里跟哈记在那边演，是因为我还在 CED 还没好。那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在地下道躲。那我先问你们，然后我你们觉得你相信巧克力有机会的？不是、啊，反正我是秃鹫，而且场上有可能还有两个，你们要票也是阿汪跟波波先，反正就是推理嘛，对。我这边是觉得，我可以问一下阿旺，为什么刚刚他看你看到他吃尸体的时候，你却没有拍桌吗？不是啊，我就看到尸体在他旁边消失的 啊，消失我就没得拍了、啊，被吃掉了。哦，完蛋，输了，那你们输 了，你们要先拍，输了输了，第三方可以不用管，有两个内鬼都输了，输了输了。其实刚都很聪明哎、欸，阿旺很聪明，抢掉拍桌的机会啊。对 ，Hello， 哦，我就差一个鸡腿、欸，你就是他们赢啊，赢了啊，真的是决胜局，对啊，决胜局没办法了，决胜局是 Bobo， 阿汪呢？阿汪也是，阿汪也是啊，阿汪是坏，阿汪也是，所以我没说错啊，他是坏好人自己晕了，啊，哎，啊，他们刚刚就最后是赌你吃两个之类的吧？哎、所以你们没有秃鹫、哦。就只有你，就只有一个，只有你，就一个。所以我已经调三个了，还是只有一个？还是一个？一到三啊，系统可能就是这样了。对，嗯，刚聊天说一到三，不能秃鹫大暴走。对，结束。哎，上去吧。虽然好像我没做到什么事情，你活太久了，你活太久了。你快好了，我想说太可怜了。哎，其实没有，不管剩一个，那更不要票我啊。对啊，剩一个的话，其实应该是要就是不论剩一还是剩二，都不该轮到我的局啊。对啊，他是第三的。哎，这次有出坏赌徒。阿旺刚投谁啊？我刚有，哎，我刚是不是没有点到？还是有？你投我吧，我投巧克力。我三，你还猜我？因为那时候那边已经不能保你了，你知道吗？而且那边就算你出去，我们双刀，我们就可以赢了。我们的信任呢？我们的信任呢？哎，那是蚂蚁有问题，也是因为。我要从地下道出来之前，看蚂蚁钻进去，真的假的？我杀了很多。重点是阿汪最后居然敢那个哎、欸！其实阿汪这一拍很神哎、欸！我想说，我就什么都不管，我就先拍了再说。欸、你知道你刚刚差点害死我，我真的是他真的很赌、欸。而且不是不是，而且其实因为我是坏赌徒，所以你们只要有人报身份，我就可以再杀一个。对啊，他你可以杀出你东西可以吗？对啊，你其实可以赌他不是吗？没有，他赌我的话，大家就不一定票 我赌你的话就会票下一个人了、啊。对，不会啊，因为我票出去了，因为好人方有三个人哎、欸，他赌走，大家一定票阿汪啊。对啊，对啊，想什么？一定会啊，所以不能他不票干嘛？你不票，大家放呆，不可能啊。对啊，一定票啊。就这样也没差，所以阿汪没错，阿汪这个很猛。
阿旺很厉害、欸，好聪明哦，这个操作很强，只是一个头魂。哇，不能相信他了啦！他蛮好的，阿旺阿旺，坏男人，坏男人，分手。我不是我有怀疑啊，为什么没有怀疑？反正我记不住地图，我就是杀人，然后没有记住我就去做的。他是尸体被吃掉，其实他也拍不了啦。他拍不了，他是真的拍不了，他拍不了，他真的能拍。那是我一拍，我一吃，然后看旁边的阿旺，然后还有小追，我就想说啊，这一定也是内鬼啦。对他那个他那个能做的真的就是拍桌，所以他有拍桌，拍桌或是等 CD 好看，对对对对对，再砍掉他这样。哦，刚那个我拍桌张，他要吃尸体而拍桌，是他看到尸体怎么自己没有拍，所以那时候我就怀疑他自己是不是他自己制造尸体出来的，然后巧克力吃掉，他看到，我就是这意思啊，所以我才是说是他，是所以我就想说那时候为什么没拍，是因为他看到尸体。是亲眼看到他被吃掉，不是还来不及拍，他要巧克力一直抢话，让我有时间可以思考，不然我也是慌掉一下。我想啊，被发现了，但也是一样，因为是好，因为那时候内鬼反正就是要弄我嘛，啊，我就只能跟好人说啊，因为这个好人票我就没办法。因为刚刚其实 很有趣耶、欸，我乱掉。刚刚如果你们票掉内鬼啊，你们票到一个内鬼之后啊，其实巧克力插一个尸体就结束，感觉他说一个就是假的、啊，對啊，对，所以其实刚刚是决胜局超没有，因为有可能啊，因为有可能，因为我们是真的是调三个那个秃鹫，不知道有几只在他场上啊，他只有几只，那就一个。我看到他吃了一只，然后接下来那个同胞的时候少，那、啊、我也知道你说谎了、那個，所以我就想说，啊、那肯定两边都互跳了，一或二啊，也没办法百分百说阿王，因为他毕竟想要去拍，对对。嗯，但是好人一定，因为我只能喊坏好人，因为你们一定不能要先票内鬼，对，乱掉了，没事、哦，所以至少小雨我最后变小雨了，第三方还是对啊，那、啊、不然我们这样子啊，第三方还是一样数字比较多，但是也多小丑，然后可以看他会不会跳，是不是已经够乱了？哎、欸，不是，他已经够乱了，我还是船员呢、欸，我真的很难过。好人也在混乱，好人也在多一个真那个不是真那个什么警长啊，警长可以吧？可以啊，哇，赌徒辛苦了，赌徒辛苦了，赌徒辛苦了，越来越多了。那这是坏赌徒会辛苦，一直咬哎，我的天哪！坏赌徒当然要难一点啊，对不对？最后一场也欢乐啊，工程师也来了，玩了，好不好？是所有人的加加加哎，好棒哦！好人的职业喽，阿王辛苦了。他的名字，团员剩几个？团员剩几个？团员有几个、啊？可能四个吧，不确定。那团员就很衰，那真的是。你等下就是了，关麦关麦。是什么？我是谁？哈记跟阿王，拍的，但是应该是吸血鬼咬的哈记。我在金库那里，然后那边我在那个解任务，而且我不小心解太久，他其实可以很快，我一直在用点的，然后点完，原本我在点之前哈记有看到他在旁边，然后点完之后看到哈记倒在下面，嗯，然后旁边没有任何其他人，所以应该是吸血鬼咬他了。你是不是重生的时候是跟哈记一起自拍自刀吗？你有印象吗？我是最先进去，然后就往金库走，所以我不确定后面有谁，但是我进金库就像我说我在解那个任务的时候哈记后来才来。哦，没有啦，我是说就是刚开始重生的时候的点你跟他是一起还是没有？对，我就说我不确定，因为我是一进去就走了。 他第一个进去然后就跑了。对，我第一个进去然后就走，然后我在聊天就跟观众在那边 say 哈啦，然后我在重点是我在金库那边有看到他来，然后我解完都没有看到其他人，然后看到他倒在旁边，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后面的人吸血鬼咬到他。这样的话我的位置我也忘了，应该就禁闭室机房。那有人看到阿汪吗？禁闭室或机房吧，没有到，我没有经过浮空台。阿汪没看到阿汪，阿汪就这样子拜拜了。我
括就是出生点。我记得厨房生的是 Bobo、孟娜跟我啦，我有印象。对，还有我们三个，还有发发，还有发发四个，对，发发我有印象。嗯、对，所以其中一个出生点是厨房嘛？那另外两个是什么？哪两个有印象？有一个，我这边要么是金币室，要么是机房，我有点忘了。是牢房。嗯，我是机房跟那个。机房还有另外一个是哪里？我忘了，是机房，那是机房。因为现在比较好奇是哈基那个时候刚生的时候是在哪边？因为照如果是吸血鬼的话，感觉比较有很快，所以应该也是机房吧？那就是因为他很快就进来进。另外一个是档案室啊，很远。嗯啊，机房还有机房出生的，还有谁？对，机房还有谁出生啊？波波是哪里？波波也是机房。波波，波波不是，我是厨房，厨房，波波是厨房。厨房安全。卢米在哪里？厨房是你。啊，卢米在哪？我看到一个萝卜说我在说谎。嗯，我在听那个出生点是不是？我在玩那个按盘键盘。我是往右边的啊，所以你是从机房出生吗？对啊，那你是机房出生，为什么你不讲？因为我那时候是看到跟你在一起啊，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是小丑啊？你说什么？哎，对，我在瞄他了，对不起。可是如果是小丑，他应该会自己讲说他在机房。我也觉得他自己会说。他不会不说，没有啊，我平常都没有。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他说不定就是。是啦，你说他的套路玩很深吗？我的天哪、啊！对啊，毕竟我们互相的信用都快用完了，都已经几乎零了。那是我们跟你的信用啊，我们都还相信 Lumi， 结果你不相信他 ，Lumi， 你看谁跟你心结？啊、是发发，好的。所以 Lumi。我真的会 skip 哎、欸，就是、我真的想 skip， 我不敢投哎、欸，我不知道啊。哎、欸，你不投票的话，你可能下一晚就死了、哦。可是直接倒两个，我不确定这样不投好不好？确定？当然不知道、哦。我觉得 Lumi 不会是那个小丑。Lumi， 我赌一把了。对，这个刺激哎、欸，这个好刺激哦！安全。门票师还在哦。靠，我没开麦。觉得好玩。我没开麦啦，北七。我没开麦啦，北七。Hello， 北七。Oh my love。哎，我刚在自言自语。哎，哎呦，我是在档案室下去的淋浴间那个管道那边，好像看到紫色的，应该是蚂蚁的尸体，然后淋浴间哦，那直直的那一个通道。那我会，不好意思，我刚刚大家是看到几个岛？两个，那没被吃，对。我是看到蚂蚁的尸体。那个如果是蚂蚁的尸体，而且在淋浴间的话，我会怀疑 Lumi， 因为那时候我经过 Lumi 跟蚂蚁。Lumi。别说了，两天了，真的要掉了，真的要掉了。是在下面做事。十八等的 Lumi， 小雨都不见了，因为被吃了。小雨已经死了。真的不是我啦，我刚才。然后我觉得波波也很可疑，因为波波上一天那样子弄 Lumi， 其实反而导致 Lumi 没有出局。没有啊，那所以有可能就直接讲啊，不是好赌徒啊，不是好赌。那你赌 Lumi？ 哎，我们已经票了，不要票了。
哦，万一他爆掉怎么办？直接拍我身份呢、啊？我这边的话，那巧你好了，没有啊，大家票你啊，我没有理你。那巧克力，你往你通讯结束之后，你往右边走，你往机房走，对不对？没有，我是往下啊，因为你我很怀疑你啊，我就说我上一天就怀疑你啊，所以我 你在那里我就害怕啊。你是往你往哪里走？武器室吗？我往下，我现在在观景台，而且我还有 bug 就超吵。哦，一直一直哦哦哦吗？那我可以问一下，有人有遇见小雨吗？没有，没有、欸，没印象。Lumi 不是有遇到小雨吗？对啊，我的答案是还有遇到啊。怎么可能？我刚才就在档案室往下走，可是我没有看到小雨啊，所以人是不是你杀的？我说医疗室呢。医疗不用理他，他是坏人、欸，他已经要出去了啦，不用理他。那个，我讲一下。狼言狼语，反正我自己觉得 Bobo 这一次就是我是信他这个好，我也是信他啦，因为我刚因为他连续几乎一直跟着我两天，我想问你是怎样一下乱来是不是？然后就你是不是医生？医生快点帮我，拜托。然后那个对医生可以保 Bobo， 如果他真的赌徒，好赌徒。然后萝卜的话，在这一轮我也觉得是很好，对，因为都基本上都在旁边，对啊，这样。我们在那个玩那个什么下一站是什么大蒜？那我觉得米非很危险哎、欸，这边我觉得还有三狼哎、欸，如果Lumi出去的话，那就两狼，我觉得会排米非，一定是还两狼啦，一定啊。米非跟迪苏吗？因为过了一小时，波波会比较混乱，没事，波波没错，Lumi 出去还有两狼哦，嗯，对，一定啊，一定啊，一定啊。等一下，巧克力，巧克力，Lumi 别再吃披萨、啊，飘一个。啊，对，应该是没有开到狼刀狼吼，应该是没有可以狼自刀狼。哎呦，哎呦，发发，喵喵是很皮哦。啊，我吗？换。怎么又是你？怎么又是你？我看到是米菲的尸体，然后我看一下哦，是不是？有少人吗？两个，刚投一个，对对对，就米菲、哦，所以这样没有，对，这样没事，没吃掉，没被吃，没有被吃掉。我刚刚旁边是团团啦，但是团团你给我炖的吗？嗯哼，哦，我这边怀疑是孟娜迪抒发吧，我也是，没有看到他们。我也是怀疑梦梦有法法应该是、哦、这一局是应该是好法法点法法法法跳身份啦、啊、法法点灯人不是好我是好赌王、啊、所以你们可以跳一跳好身份可以跳一跳我跟你说我这场是在档案室出生的然后他那个反应炉的时候我从大厅跟机房这样绕上去然后后来呢我就往大厅然后电房然后到观景台我在大厅然后去浮空台解完那个任务之后我就往下去机房再往驾驶舱、欸、我问你哦梦梦、嗯、你为什么会我进金库之后你要跟着进金库跟我再绕一遍我没有进金库啊百变怪吗想刀你刀不了因为你有盾还有百变怪 哦搞不好你哦你有盾他想刀你你有盾啊我现在我有盾、啊、可是我没有进
进金库啊！我刚刚不是说我刚刚是从大厅去解那个紧急任务，解完之后我就往下，我经过机房，然后我去躲在驾驶舱啊。那你那你有经过谁？你要去在机房的时候你有经过谁？我经过米菲啊。啊死了、啊！那米菲现在死了、啊，米菲都倒了。死在哪里？第一天，团团你觉得梦梦好吗？第一天他跟我们重置在厨房的时候。我其实第一天老实说我跟他看到的机会不多，所以我其实老实说看不出来，就是打个问号啦。第一天我这样看起来是问号。那你现在排坑啊，波波团团好吗？现在排坑啊，团团好。萝卜我这边也可以，因为我刚刚几乎都跟他。对啊。然后诺伊上一天其实他那样的采集也都是对的，所以对、啊、发发我不太确定。发发跳点的人、啊。发发最后。发跳点的人啊，所以发发也是好啊。对，因为发发跳点的人，那我觉得孟、哦、孟娜跟迪叔啦。迪叔，台湾就是这两个。不是，那你们要投谁？然后我猜另外一个。欸、可是有三分之一耶。我觉得你要选三种哎。我觉得吸血鬼已经死了，我觉得 Lumi 是吸血鬼死了，因为那个 Lumi 那时候在那个上面我那里啊机、嗯、房，然后他咬了他自己。那我觉得迪叔应该。我觉得百变怪还在，百变怪应该是在的。那你想玩吗？那刚刚我刚刚孟娜一直说他没有进金库，但是你说有进去，那会不会就是迪叔是百变怪变孟娜？可是会这样吗？这超级这样可怕哎、欸！对啊，不会吧？不会，他不会变孟娜。那搞不好孟娜自己追说没有变啊，这样子。哦，也是有机会，我觉得这可能比较大了。那你觉得百变怪是孟娜还是迪叔？你自己，我猜你自己猜。我猜孟娜是伪装者。好，好。欸、孟娜是那个百变怪，我跟孟娜。漂亮漂亮。怎么样？波波，等下拍桌吗？哎、欸，波波，你哪换波波，只换别人？拜拜。该死的团，没有想的是一样的。最后一只，他还想要手。你知道我刚刚来的时候，我想说，哎、欸，那个紧急任务不知道能不能拍桌，我有点忘记。然后上去，紧急任务不行。可是迪叔在那里，不敢下去。迪叔在那里，我还不敢过去。然后看到萝卜也来，想说好，那可以了。下去吧，迪叔。下去了，下去了。啊。这就是好人职业太多会比较好排啊，对，会比较好排一点，这是真的。哦，怎么波波每场都被换呢、啊？好准哦，还被换下去了。没有，我想把你的账号密码都换掉啊。那我先换你的，那你会不会哪一天就突然那个排那个排我？啊，你把我账号换掉、哦，肯定弄你啊。那你要三天内换掉。对啊，三天内换掉。哎呀，哦哟，怎么二分之一还可以猜错？我觉得好好笑，你那个错好笑，直接嘎吱崩脆。不愧是 BOBO 啊！我觉得他是，然后下一秒，啊，自己今天还力保 Lumi 把他弄保下来，我就想说他很奇怪，我好奇怪。不是，我觉得他奇怪，他很奇，我觉得他很奇怪，他是小丑，内鬼，他是小丑，内鬼包，内鬼包，他有小丑吗？哇，你小丑真的是萝卜啊！真的假的？我在当好人，他在当好人，因为有小丑我才很担心，你知道吗？没有，小丑不会这样打，没事，喂。趣味结束，结束，结束。二分之一还猜错，我怎么没有？我怎么没有帅到、啊？人家赌徒怎么是那种帅的？哇，没有，你都被我们抓到了。没有，我想说我还没出去吧 ，BOBO。我想说我有一万就是百变怪，可是你都没有装是百变怪，我觉得好好笑哦。
这也抓不到啊，下去吧。好啦，好难过了。辛苦了，休息休息，休息了，辛苦了，休息。好啦，应该哎，等一下，阿纪等级也追上了，好快哦。我应该主要是我今天都没有练啦，今天都没有什么在练那个 POE 的。好了，感谢各位。那个赌徒那一场应该是可以，没有。赌徒那场，赌徒跟那个吸血鬼爆在我面前爆掉，那两场应该可以剪，其他就还好了。那感谢各位啦，那大家晚安咯，拜拜拜拜。麻子不开台，在那边看蜡笔小新。没有啦，他有开干鸡掰。干鸡掰，听我说不开。走。那个，对，我们去看马子台，他不是刷色尾，他只是想用仙姬球抓那个蒂亚卢卡，他抓了两天，哈哈。好啦，晚安咯，各位，拜拜。